擦干净啊！哎呀，你上面擦擦，下面也擦擦。你哎，你知道怎么样子算是擦干净吗？木铲子，还是尽量用木的比较不伤那个。先把我的信息给我了。没有，在我车上。我去那个随风服还没有邮票，我明天到邮局去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好 ，finish。好，割的蛮干净的。来叶，来一个叶。不要叶了。不要有两个手指，就是叶就行了。看着爸爸来个耶！看着爸爸 ，very good。你爹爹。擦好了吗？擦好了，爸爸。擦好了。来，等会儿传上去，给你爷爷阿婆还有奶奶还有姑姑都看。